老头，你这话不好说吗？你要不要吧？哎，等会儿就给你一刀。快叫，那个西马斯，开局一口火没打着，往下走，互相轰一波技能，以示不动，中场直接虚火压平啊，这个都没打着啊，有点对不起我这三 D 游戏了吧？啊，回头一个气旋，哎，我让你走了吗？啊，粘住脚了吧？哎，虽然你长得丑，哎，但是你想得美啊，我还有一个气旋呢，你想什么呢？看到没有，这高手之间打架呀，这空技能啊都是家常便饭。哎，那就可能有小伙伴说了，那高手之间关你屁事？You make your brother real love。我虽然不是高手，但是我会装高手。哎，这里对面替身快要跑了，注意这波血，一二三四，我反向一拉，我不打了。哎，我走了，走的时候很安详。那你喜欢教通灵，你就得白给呀，对吧？通灵这玩意是有学问的，你教了，人家说你通灵王；你不教呢，人家说你留着过年。啊，这么一看，我这把高手装的很到位啊！啊，四舍五入啊，我就是高手。这里他的替身要好了，再一套不打了。哎，往中场一走，直接开大，再见，来不及，走。